拍下这张照片的时候是我大四的时候，所以能够在大四最后一年能够获选名传文艺奖，我觉得非常的开心。当时的时候是在教室做毕业制作，那时候非常的担心，可能没有做好啊，或是进度不够。当我站到窗外想要喘口气的时候，我就看到整个操场被大雨给浸湿，然后像是镜子一样呈现出天空的样貌，我觉得非常美和非常的舒缓我的内心，所以我就拍下了这张照片。唯一美中不足的是，像是椅子有点稍微没有置重，但是我觉得就是有点稍微的不完美，也是生活中的一部分，包容这个不完美也是非常美的一部分。